3月5日，徐可爱在生日会上为了感谢粉丝朋友，特地给大家献唱了一首歌。有点意外的是，徐可爱不仅跑调，更是连嘴型都没对上。对此，据网友调侃，堪称比车祸现场。晚间，徐可爱通过微博俏皮地对此事做出回应，称今晚很开心，我唱歌跑调，感谢你们没有走调，我爱你们，并晒出生日会上的多张帅照，迷倒众粉丝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你唱歌怎么可能走调？”在我们心里，你就是完美音调。生日快乐，哥哥！没事，你敢唱，我们就敢听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